杠杠。怎么了？你的文化沉淀分数真的很低，还有不及格的。我是最后一名吗？我们旁听生的最后一名。全班的最后一名就会被淘汰是吗？你咋想呢？你如果甄别结果出来怎么办？如果你因为你文化考得不好这样离开，你觉得好吗？我觉得太可惜了。我觉得对呀，就是很可惜啊。那你用什么办法来挽回呢？造型的吗，小帅哥？啊？是不？你说事儿。说吧。我是咱们旁听生最后一名。放屁！快来。真的。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我要被淘汰了，所以。刚刚过来跳。你放跳吧。别这样，你这样的话大家都不开心。杠杠，回宿舍休息去。杠杠，心情不太好。杠杠，你小姑娘，回宿舍。就是因为啊，我觉得差不多就要走了，然后我就准备穿的好看点，出去看看同学。就去看看，其实我并没想哭。然后哎呀，然后哎呀，哇哦，哇，是，不是你去哪儿了？给我们发个信息或者是。没事儿啊，